恁听我吼，这个时阵我甲你称呼啥？众将官，大家早知好。哦。然后我甲你叫讲众将官，因你高级班毕业，高级班结业的时阵吼，有一张结业证书。你这个高级班啊，坦白讲吼，比中华民国制度内底的学士、博士。不靠背的，这就是毒苹果理论。什么是毒苹果？这块地内底有毒，你伫顶环境一个苹果树，生出来苹果你还会食无？因为有毒嘛，所以伊只营养分输到这个苹果，苹果也有毒啊。所以这个毒苹果理论就是咱即马，咱伫甲大人讲的，你。接受错误的历史，接受错误的范例，你怎么执政？他们讲李登辉伫这礼拜内底讲的这句话，是伫两年前就甲我讲的。伊讲，因为我甲拜托我李登辉讲，你叫我研究，研究好，啊你拢无讲，拢掉掉，那怎么下课？所以两年来啊。你注意，你后尾跟我见面，我拢记住。我甲你拜托，你也歹讲啊。哇，无想讲，伊这两天讲一个吼，满头包啊。讲台湾抗日，台湾有抗日，迄实在是完全变作起来。台湾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是变哪抗日啦？你的阿公阿妈，你家己去问嘛。走空袭是走什么空袭？美军的空袭嘛。啊，你走空袭，安尼不是抗日啊？唔，就是讲，这个叫做抗中啊，甲中国去战争啊，不是啥？遐中国人伫中国受到因甲日本作战，了后，但是即摆伫台湾，伊讲台湾抗日，你是抗什么日？这个土地就日本人的，所以他们讲这个教育的观念。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一句话，你没将这个教育，没将这个政权献给我台湾人，我台湾人会死，到后来台湾人会灭亡。所以你们这句话算是好话，我李登辉出来讲。当然啦，李登辉出来讲，咱台湾民主到今日为止，保持我们的高度。你会感觉讲真奇怪，是安那咱台湾民众拢无要抗议，拢无要甲游行，因咱的实力实力还袂到。咱是一挂大多的分子啊，啊少数啊少两成，就要去抗议，就要去游行，迄拢无效。什么星期典礼啦，啊扣钱拢扣足多呢，一届星期天拢开一两亿呢。我不要做那种无谓的事情。台湾民众，我今日无甲你冒犯嘛，你足清楚的，一毛钱都没有。咱来这个所在是甲这个所在农场的主人甲拜托，当然伊是我人愿意来。我甲你讲一个秘密啊，这农场伊起的时是三娘出头前的一千万，李登辉的，这农场。李登辉迄当阵出这个几千万，吼，这个农场的主人啊，姓游，游先生啊。但是因为李登辉出这几千万，伊敢讲要求我开一百万，伊就是讲吼，李登辉会直接出钱，那无影，他去出一千万呢。啊，这的厝安一千万，你看敢起会起来？绝对起袂起来啊！还伊哦，借钱借一大堆的，啊，好简单吼。有八个查某囝，无查甫，八个查某囝。啊，好佳哉，无去做伊个囝婿，做伊个囝婿，大拢爱出钱，哈哈，倒屁。啊，这是讲笑啦吼。不过呢，我是感觉这是老天啊。所以咱才有这个所在来上课。所以咱来遮上课，伊遮是一个农场，这里个农场该民宿。交钱是适当的啊！啊，有个人三日话袂讲啊！啊，我真正交钱，这是你互你面上歹势，阮
一工还无甲伊想。我甲你讲话，咱遮去做工课，拢是志工，拢是医生，你知影？迄洗碗拢是医生诶，你毋通小看他们诶。哦，台南高雄诶一寡真有名诶医生，伫遮咧洗碗，拢是恁若来，有哪会拄着？遮医生拢咧洗碗诶，想来要洗碗，啊洗碗敢有钱好摕？无钱好摕咧，做白工诶，做做义工诶。啊，我是感觉讲吼，真侪东西为咱台湾这块土地，啊，真真正正咧付出。我用这话是要甲你讲，你即马高级班毕业，职业，换到再来，你们也要付出。今年的九月初五，啊，初四、初哎，初四、初五、初六，伫咱遮短的时间内底，咱有迄、那个啊，执行训练。这是以前拢爱走三四个月才有开一摆，啊，恁运气算不错，因为咱这边赶时间，因为九月十一到十七，美国的律师，甲美国介绍迄个拉比，就是游说团的发言人要来，拢总三个人要来，要来甲恁看，我们准备好了没有？所以咱伫九月七是七五七六有执行训练，啊，迄个我来三个，啊，若普通时吼。你要上这之前，你爱经过足久个，爱过三四个月你才有机会。但这边呢很特别，所以你若有迄个时间，你可以来参加之前训练。之前训练以后呢，你就会当开始来经你这步，啊经无好，要做议员做议员，要做内阁做内阁，啊中央的参众议员，拢总用申请个，啊你申请方面要做啥，我们会给你批准。各位讲，你要做中央参众议员，你要有民意呀、啊，那没选举啊，对不对？但你想我要有民意嘛？你一个地方的中央的参众议员，你要有秘书嘛？啊，你秘书没有得啦，你赶紧找啊！啊，你难道你今年五十岁啊？你找秘书七十岁，这不对啊！都未给你批准啊，对不对？你五十岁，你要找秘书，上无满三十岁、四十岁种的，敢不是？这个爱一个合理化，咱是讲讲这个参议员吼，爱经过的秘秘书，啊，众议员爱三个。台湾民众执政马上会宣布，预算方面征收做国会，啊，咱有真侪房间嘛。咱的这个众议员是九十一年，参议员是三十一年，总共一百二十年。啊，一百二十二个呢，每一个参议员、众议员拢有三间房间互你，一个是你办公室，一个是秘书室，各另外一个你的研究室。因为议员是真无闲，不是像国民党的，哎，这个中华民国什么立法院啊，那个东西没有看。但是咱因为无民意，咱无选举，咱是。自己叫的，因为这是君主政府人民的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些我们自己设定的民意。你都无调他，哎，做一个慢工作人员，做一个立定就好了。把他算计造到要死，到不行，啊，开足多钱，对不对？我问你怎嘛？你若资格拢合，你做一个参众议员，你有开始吗？免的，那没开始。像我这个议员做的是像我做的二十年，安怎讲？咱这四天的唔免选举，同时咱这四天的没有退休的年限，因为咱叫做革命先行者。别人哪会碰伊？你讲我是革命先行者啊？这个革命先行者什么意思？老话啦，国民党的老话啦。国民党的老话，伊是叫臭屁的吗？我当时老师当时打天下跟国民党，所以我来这里享受。你看到鬼，你当时你打天下，国民党还有赵罗章来这还没拜托嘞，他还在打天下，我有为你台湾吗？没有啊，那伊来拢臭屁，那你拢有呢？咱即马是你真正为着台湾，是要那过美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恁这过美国的，你拢爱知影啊？那个。书面你去提一点，就那个小册子来分开，我里面包在夹在那边。小册子加那个，有无？啊，就是那本有无？
打拢有吗？有无？啊，个 DM 拢有无？啊，好好，我都忘记。啊，过来，迄个也是内阁的，迄个车有无？啊？啊，对对，迄本是内阁。我甲你讲，恁这边来吼，大家拢已经好哩啊，那就甲你当作是准阁员啦。咱后摆内阁是啥？伫这个地方中有啊，恁通无去呢？啊，我直接真了，我就甲你讲，你要看那本新台湾历史。你无看是习惯，你嘛爱看。你袂当讲做一个议员，做一个内阁，你拢唔知惯例，安尼你温死的，我无甲你骗。真正你温死的，你即马是真好运的。我唔知是你前世人修好因，还是你会当来写相片。啊无你敢知台湾民众会相片？外口偌济人唔知影。但你即马已经知影，你就已经占了先机，你一定爱看册。我毋是讲我爱看册，讲迄本册我写，所以我叫恁都一定爱去看，毋是安尼啦。即你认为讲遐话，哇嗨啊！个人乌病吗？啊，即马台湾人全飞去啊！啊，台湾人安怎讲？那李登辉所讲讲，台湾人的祖国是日本，我不同意。你看刘不一定不同意，不同意也不也要同意啊。你敢会当讲，我不认我的阿公是我的阿公，敢会使？未使啊！未当讲恁阿公是王永庆，你甲二十年，我王永庆是我阿公。啊，你阿公若较善解，你讲哦，我不爱家己，敢未使呢？未使哩嘛！台湾这块岛，第一。1895年都挂乎日本天皇，这个属性嘛，有权力挂嘛，这个肯定就是日本，本来是大清帝国的嘛，他有权力改割让。当然你要认为，啊，这中国人无法律的观念呐，啊，真的没有法律观念。是近两年下来，美国改干啊，伊嘛开始去办，这个是国际法。你办国际法，伊当然啥咧乌白讲，啥咧乌白讲，台湾人机会嘛是乌白讲。台湾要独立是怎独立来？我哋用足侪简单的理由讲给恁听，怎么独立？台湾怎么独立啦？唔是讲咱台讲讲啊，讲好，这个土地在哪里？你一人税主，住一个故宫，安尼住只久啊，住60年啊。你看这有一个国际法讲啊，都住几年以后就自然合法化。靠，这个自然合法化，刚刚那个单用字。你讲哦，台湾经过民主选举，已经自然演变为民主独哎、欸、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你看有没有？有选举，经过民主化，啊，就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。世间都无这个法律啦，不是讲大久自然就变做你的，因为中华民国有这个法律。即马跟安怎讲呢？就那公用的迄个国有地。占5年以上，就变成合法。套就关掉了。阿伯吼，再讲话了，你袂应该，都不晓得，气干，我讲，啊，这头一次，讲三字经，我是气到会死命啊！当然真正回家不敢起来以后，气到会害我无一片。真正是足可恶嘞！遐个我一定甲拍下灯光啊！后摆台湾吼，按两种的刑法，一种是鞭刑，一种是死的。连你们看我，我连着你，我来看。哈哈哈！哈哈！着你，真个干干着。鞭刑你听无？你知无？来来，那鞭刑吼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来看吼，给台湾民政府不爱盖不盖监狱。我哪会着盖监狱，叫人甲你顾，搁煮饭互你吃，啊，搁来烧香烧水，互你洗身躯，无咧代志。变成判落去几年，然后讲判5年，啊，5年的变成等于几个，搁要判60年，一个月来判1摆，每一摆袂当超过5个，5个会死啊，5个，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拢判得过。好啦，佮拍袂讲咩？有啊，有啊，好啦，你敢做判刑，你佫做好看啊？我甲你讲，变形创袂起，我甲你保证，治安好一半以上。日本时代，警察是拿一个扫帚啊，啊一
其实现在规个村拢大拢惊伊。我即摆用这个藤条，看你会惊未惊？啊，四爷，若反对四爷的，我拢来。你反对吼，四爷我交予你，你等于饲。你爱家起一间厝，互伊住，一世人拢住伫恁家，袂当无出来，对不对？我你爱人权啊，我人权我交予你，然后你去管啊，对不对？但这人若走去，我将你拍死，我怎无把你当作死刑犯？啊，但是你就好啦，对不对？那就去抓人，免啦，警察免好无用啦。啊，好歹你莫来报着情况，歹啊。犯罪拢靠甲放一个照料，迄电子料啊。你好歹你甲拔掉嘛，你若拔掉，你嫌贵两倍。我绝对，当然啦，之前以后我马上要退休啦。我绝对甲有关的单位讲，三人迄照料单阿拔掉两倍，本来拍六十个，拍百个，拍你个我也爱做啥？我相信你不会倒的啦。逐天伫困，爱拍咪困，拍一摆啊吼，你就讲啊哈，无人要你做歹代志，那就好啊。啊，逐个人台湾会足好命的。我昨有上课讲啊，国民党因为甲咱的身份甲咱改变，爱背咱啊，迄背数字惊死人，我是不来看，但是。都要有咱的身份证，吼、哦，阿听好，你要身份证我才背哦，不是我啦，美国看人家会甲你背，你有台湾人这么身份证举手，吼、哦，你拢有啊，你拢有机会啊，对不对？我讲中华民国为着这个身份证吼，伊即马越高的才改变策略，做那啥不严，我即马袂当申请迄个户籍成本，都要困难，你要替恁兜人申请讲袂使。所以，若要申请的，我跟你讲哦，趁即几天迄个十天的时间哦，趁去申请。啊，无变做你后摆做麻烦。伊一直甲咱动啊，上头是讲你要申请就要登记。啊，即马不改，搁进步啊，较袂初开始，袂当替别人申请。本来吼、哦，有个人若准甲咱讲吼，咱要替伊申请，写一个迄个叫循环书，我们就可以帮他代他申请。伊就一直甲咱哄啦，安怎哄咧？伊都无爱互你申请身份证的人太多啦，伊即马知影超过四万人了嘛，所以他也很紧张啊。为着台湾民众，你听他讲话是因为第一，我们不推崇武力跟暴力。咱的主张甲这立场立法吼，迄是真重要咧。我们没有武力，没有暴力。美国甲咱讲，所有的都爱公开。我们都公开，所以咱今日到今日为止四年多内底，中华民国的法医、警察、调查局什么单位，唔敢打来咱遮，唔敢一张传票，我哩讲啊，你都要来报道，无这代志。若要报道，后摆是伊爱来咱遮报道。所以你这个代志拢爱很清楚，你法律爱了，所以我跟你讲，你迄本书一定爱读来。不是讲迄找我写，你非念不可啦。我嘛在大家所谓同心哦，你们要做官员，你们要做议员，你若迄份无通哦，你绝对无法度的。人甲你问的时候，你赶快甲你问，你著甲老外同款尔，老外啥咧乌白哦。我替台湾人打仗，你当时你替台湾人打仗，所以你要什么抗日，当然要抗日。这块土地是日本人的，是日本的天皇的啊。因为你的塔卡内底啊，真，我讲安较歹势啦，但是迄字吼，米田讲的，你听有无？米田讲，迄米田在无？在吗？唔知人家去，我讲唔知，晒啊！你别我讲，我是做我讲的。因为你教育内底当遐当遐遐垃圾物件，你偷偷内底啊，你啊较清清的，对不对？外口的人吼、哦，要你戆，要搁你醉吼、哦，你不能醉啦。你来上课的，你袂当醉啦。当然，这个时阵吼、哦，在外口你会很痛苦啦，因为大部分戆的人较济。但你放心，
我们一定会执政。我估计哈，十一月份美国就看过来，日本所谓官长拢知影这个。咱伫日本的代表，这两天甲阿讲，安倍有去请伊去，伊甲伊讲，我日本所有的官员，通通知道台湾民政府，而且任命台湾民政府。只要美国通知我们的那一天，我们一定率先第一个支援台湾民政府。咱就是当美国宣布的。啊！美国当时也宣布，换伊宣布。我先给你看，来小邓，那个法院的那个从2月28号开始的这个官司的流程，我有恁看，比例当中爱在，这不是假的，咱这开足侪钱的，都借钱面对来，开始不是为外那边啊，是咱所有的同心，大家共同有钱出钱。那这出来无效啦，出来是干我啦，我咧写。有钱出钱，啊来去控告美国。咱是第二次控告美国，2006年10月2日，咱头一摆告美国。但这第二次是告美国甲中华民国。告中华民国啥物代志？就是我上头甲恁看迄张公文，你有看无？因为1946年1月12日，用迄张甲咱改变咱的国籍。啊！迄张文，三个乌白母乌白讲一张，无一项是事实。恁等于读到高级班啊，应该迄个也做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恁爱去看。恁若要真正有想要替台湾人服务，真正有要替台湾人设想，真正想要去做官员的，你迄官网上无一天爱去你一摆看，看有啥物新闻。但是你看那个台湾民政府的官网，你看就久看不完了，一定要去看。你看我跟你说，你看对这听对这过，一定要看。这是在官网里面有，咱2月28日，台湾2月28日，美国是2月27日，这是香港庆的日子。各两个国家，一个不是国家，是王政府了，中华民国跟美利坚合作。谁来告美国？因为旧金山和平条约是讲，你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权国，啊，台湾你叫中华民国来吃，啊，你嘛要负责任嘛。即嘛是叫伊赔吼，要求美国咩吼，足巧嘞，杀甲离离，啊，台湾人中华民国甲你改变你的国籍，我拢唔知影嘞。你即嘛回答是安尼啊？我拢唔知影哦。爱赔，唔是我的事，是中华民国的。我一边记。哇，足侪证件，你讲。3月12日，秘书长的夫人呐、啊，林子安女士呢，在美国的华盛顿特区国家记者俱乐部啊，开国际的记者会。秘书长就是夫人，你知影嘛？吼，昨天我看到没有？哈、哦，有嘛？哈、哦，你看伊属几岁？你感觉伊几岁？50。你讲38岁是无影，你还请50啦。哎，50岁了哈，哎，这话说我娶到嫩妻，你开玩笑。那个夫人呢，用英语发表，伊这个发表的这个物件哈，经过他1万多人看。1亿，对不起，哦，你比我较清楚，不好意思，我讲错，是1亿多人。好，咱呢，即马看隔壁个迄个法官一个看，看得很感动。哇，你怎样讲台湾人吼，受了这么多的人权上面的委屈，啊，你有要赔无？当然我要赔，即我甲你讲的，当然迄个拿专训的时候再来，我甲你讲较详细。3月30日呢，即、這个咱日币唔就控告嘛吼，啊，你啊伊就爱寄即个法律的文件，和美利坚合作国家和中华民国。啊，足出名的中华民国，听我寄来未？寄来伫迄个台达德伦大道边啊的迄个外交部。3月30日呢，这个告示书啊送到中华民国外交部，
叫林永乐修。啊，外交部呢，又甲定一个音啊，讲收气。啊，了后呢，伊这个文马上予林永乐，林永乐拍开，啥来拍开？因为，你比如法医甲咱讲，伊甲拍开内底摕出来，我相信伊看是甲你带一个，马上敲电话予马英九，马英九马上举办举行管理。啊，你讲机关的秘书长，你也无管，你也知，我当然知，因为。我莫讲伤伤伤侪啦，你家己听好哈。因为咱有人伫内底，啊，讲眼线嘛对啦，他就很清楚。伊讲马英九这接到以后，马上召开国安会，叫江宜桦、金普通、外交部部长，电听讲有七八个人开会。开会以后呢，伊一个很错误的决定。就是较紧个叫保定嘛，将迄个不老叔叔啊，搁甲弄个信封内底，用膏啊甲裹起来，搁寄转去现，当伊有影印啊，先影印起来，啊寄转去现，发现讲中华民国拒收，伊拒绝收啊。啊，即个对，没有错。啊，即摆呢，发明看到这画面，手机我气一个，这全世界我头一摆拄到一条我们这摆澳大，伊全宣布。你已经戒烟了，你拒收没有用，我已经受打了，所以叫来下。伊讲中华民国这种的行为啊，无损美国地方法院的受打的效力。你有收啊？把你规定三五月三十一天提出答辩，你答不答辩拢记在你。然后呢，人美国较甘愿，哦，这个美国的政府提出台湾民众要求我们撤案。就是讲哦，国家民事，国家民航局要求咱，我们要撤下那个案子。第一摆嘛是啊，第一摆甲做的时阵吼，伊就提出这个啦，所以咱老早在那里等，等啥？等伊边讲要求撤案。我们早早就是让他会这样做。啊，第一摆就咱就赢，你第二摆不是赶快赢吗？啊，但是呢，台湾民政府伫五月十八以前爱答吼，五月十八。看到这个五月十八，我甲律师听听，不对，伊已经叫中华民了。你看校园五月三十已经提出答辩了，啊，咱叫咱五月十八安尼答辩，会这内底有轨迹的。伊美国法院是当中公开哦，你叫人答辩，伊会甲你公布在网络上面哦。我都不要讲嘞，我咱马上甲美国的法院申请，开始，你爱罚款一个月，因为中华民国。虽然讲拒收，也许他不回答，但是万一伊呐用澳博甲你回答你名哦，所以咱就讲吼，爱予咱慢一个月，慢到当时，慢到六月十七，慢一个月，予伊先答复，予中华民国先答复，咱就等。诶，果然无错，澳博真紧，伊伫五月三十，伊伫五月二八二九的时阵呐。一千两百书，你知一千两百书偌贵呢？一点钱够一千两百块呢。当然是美金诶，你够带够带皮没有？你嘛足出名，你美国当然是美金。咱嘛是咱的咱的钱有时是七千多，一点钱够。那七千多呢？顶礼拜吼，我接到迄个律师的校方老师，你看，他每一个拢有校方，顶礼拜接了240,000代表，他还莫修呢。啊！搁顶个，即个三礼拜、三六礼拜前接了三张，下庄来着50,000+美金，顶偌济？顶100,000+。喂，安尼你小会惊死人诶！所以迄搭要告，足惊诶！但好在咱诶同心，我坦白讲嘛，长我伫烦恼，长伫烦恼诶时阵吼，有一个同心来雇佣诶。有秘书长，阮雇佣吼，顶礼拜拢去捡吼。叫做800,000，哦，我欢喜一个，我真正天佑台湾。每一摆，咱若你无钱的时阵哦，主动有动心哦，迄钱会走出来。所以做人讲哦，我遐去起庙嘛，拢安尼嘞。起庙的时阵哦，甲庙去起的中间，有当时迄个钱无够的时阵哦，足奇怪嘞。时间到，迄钱自然就走出来嘞，啊，足好嘞。你今天还怕不怕再丢上去？
无出着钱诶，到底你出钱无嘛？恁即摆恁恁即日坐人会叫咧，恁无咧扛轿咧，扛轿是咱遮旧诶人咧。啊，所以呢，因为六月十七，咱若讲，那你花万一个月，啊，固定无错，一二五个，二九，伊着提出答辩，伊会不顺诶，一个查甫一个查某，1200块诶，哦。到底，咱嘛知影，伊嘛知影，咱请是7万，但不咱请五个，咱请五个是一个上贵的，啊、哦，7万，啊500，有400，有300，上少的200。你若看200呢，这片呢，7万几块的美金哦，迄200哦，申请偌济，申请3万几呢？你看伊工作的时间看偌济，恐怖呢。所以美国咧拍官司啊，你若无钱，拢免讲啦。啊，美国咧拍官司，毋是甲中国民讲，你按年就可以升到喏。你按年，你都爱互律师看你的案，伊感觉讲你告的是合理，伊才要肯去告。啊，若无叫做啥无聊诉讼，无聊诉讼的时阵啊，律师牌会叫取消掉，毋是安尼来的。所以会当告美国，告中国民国，天灾呢？你想嘛，60几年来，有人去过中华民国？有，咱的蔡财源，蔡委员，因白色恐怖，那奇怪嘞，秘书长也是受害者，爱咱国民国过一些，因白色恐怖，甲迄个啊，这228集资竟然出30万呢，半年含几笔都无，几笔都去人驳回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干矿干那么简单呢，所以你来给他拍手。我有巧，但是我巧无通，都爱你，恁拢爱巧。通巧，敢若一个巧无通，等下叫人拍是就无去。哎，恁人讲啊，恁都讲了，所以我无应酬，我无答出这个问。所以呢，咱爱足清楚嘞，因为今到上尾啊，国民党办迄个白虎灯，白虎灯恁听无？啊，最后一次。所以呢，中华民国6月17答复。来坐上去，啊！咱6月17吼，咱6月17，我们有答复啦。答复以后呢，中华民国和这个美国的政府，跟落尾啊联合，伊即摆两个联合，因为吼，看讲啊，嘿，这毋是事啊。咱足害伊干呐？咱虽然伫遮拢无讲话，但是法律咱是非常害。遐律师真正，遐中华民国律师，互咱个判决，美国律师个判决，因为咱有道理啊，对无？我台湾人2000万人，但是真真正正想要告无几个，干那咱4万个尔。啊，所以中华民国伊靠势了后呢，伊甲台湾联合，因两个联合了后，要求搁再一摆要求法院要撤案。啊，这个撤案的时阵吼，啊，这个做美国啊，恁提出来以后吼，咱因为。伊要要求撤案，当然他们有时间嘛吼。咱这个也做6月17以前，我们就回答了。回答以后，中华民国跟美国，搁再下一个反驳文。啊，即嘛反驳文，咱搁个下去。咱无延迟时间啦。连到因两个啊，即嘛联合，甲法院讲吼，8月28号再让他们呐、啊、来来回答。头一摆关系，2000块。高年的8月初啊，咱做到最高法院的时阵，国务院宣布投降。伊宣布投降，安怎宣布？伊是讲吼，我放弃抗辩权，你拢对，我输。伊歹阁讲啊，我记得恁讲，记得咱讲啊。啊，记得咱讲，伊嘛是贪的，我嘛真巧。如果我的政权要献你啊，你台湾人来接政权啊。你难看台湾人来接嘛？刚甲你讲台湾人来接嘛？你有我都较接无？你无啊？迄阵喊我嘛，毋是台湾人诶，啥嘛？我摕出来身份证是中华民国身份证诶，我摕出来护照是中华民国护照诶。你是要接啥证嘛？美国国民国，你是要接啥证嘛？你叫台湾人来接啊？哎呀，在边啊？啊，落来协商。协商诶时阵，伫2011年，咱台湾民政府。在台北市的欧华饭店，给包起来。
正式成立台湾民政府，啊，成立有参议院和众议院。阿妈雄制定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有迄本案诶，就是这个你无这个法案啦，你无可能发这个身份证，你没有法源呐。啊，所以2020年咱开始你发这个身份证的时阵啊，我看老报咧，我讲你听，美国的国安局叫一个下骹一个组织，讲吼，来你去替台湾民众印身份证，因为伊的身份证吼有防伪啊。因为你身份证摕起是全世界第一，你袂当用假啊，有防伪措施。啊，咱现在足自信的，啊，若台湾人讲，台湾足欢喜，大家进来申请，因为是美国，是美国印的啊。啊，即摆台湾这些通牌吼，都甲你制造谣言，讲迄是阮兜楼下的印刷厂印的。啊，有人相信呢？有人相信呢？啊，迄个身份证内底有晶片，是阮兜印刷厂是咩印？啊，所以咱这新闻，我甲你保证，每一个新闻件拢是专案上伫美国印，所以新闻件申请爱两三个月才能入家。啊，咱偌嗨啊，当然看偌皮的。新闻件开始印了，一年内底印一千份，那是啥物人申请？好一年啦。美国的国安局气到，伊讲我们要 shut down 这个公司。阮派被告的初创伫遐，机器黑伫遐，几啊用的机器黑伫遐。一年恁遐送一千份的身份证来申请，伊当时嘛甲迄个科威特嘛甲印，科威特两三百万人，两三个月拢印了了。咱印一年印一千份。伊马上来听讲，对不起，我们要下档这个公司。我们马上紧张开会啊，啊，要安怎？落去甲拜托公司安啦，注水我甲你出啊，甲你倒出啊。哦，安尼说，出个一个月八千美金，啊，嘛真难甲出个八千块美金。是安尼，伊这个公司才继续甲咱印，即马已经有40,000+啊，好交代。当然，即摆速度愈来愈紧，那嘛，那嘛是事实。但这个速度愈来愈紧的原因是安怎？我来去研究呢，是毋是美国要赔足侪钱，所以大家来申请？这嘛可能对不对？你讲对不对？我讲这对不对？对嘛吼，恁政府老实啦。但是关键啊，我都要予咱台湾人得到福利啊。一句，外口若是无咱的身份证的人，不可以赔，不能理赔，因为。法律上，你不是台湾人。你我呢？我台湾人，我讲是台湾人，我老爸台湾人，我生在台湾，我当然台湾。但是你无证明，所以我会当今日甲咱讲一讲，你的亲戚无在，若要申请身份证，你莫千万莫来，我会赔钱。啊，有诶人，他阿了上好，即摆尤其高三组，叫高三的举手，举手。高砂组人啊，不可以做这个事哦，都去骗那个高砂组，我帮你申请身份证。我看那个身份证我们有重要规定啊，你俩今晚行政开始签到对不对？我们执政田地消费券5000块，消费券5000块，啊，搁这个美国的赔偿，啊，怎有人去骗我呢？高砂组很老实。我帮你申请1000块我出，但是如果你得到赔偿金，我付你一半。很多高砂组同意，所以我说你不要看高砂组哦，头脑不好，好的不得了，就好做生意。哎，反正无几个月，咱没执政啊，伊出1000块，伊就往你拨啊，5000块就上无嘛，赔一半了，250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搁这个赔款搁赔一半，哇，嗨啦，迄人。我那个高砂组的那同志同心吼，你哪个话怎样吼，我就把你开除。不可以这样子的，别当用这去看钱，别当替别人申请，都爱互伊家己签字，啊叫遵守。因为身份证甲身份吼是安那，主观自愿，自愿，啊，到一个合法。
所以咱的国军去用变形，我甲你讲，真正目睭起来，咱就过瘾，对我们绝对过瘾啦。所以吼，因即摆咧选举咧炒，迄种炒假，马英九拢知影。马英九知影，到十一月来宣判吼，伊一定出来宣布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停止。我甲你保证，绝对是安尼。啊，然后美国电影叫降落台战，这经验甲啥物？甲菲律宾同款。菲律宾的马可是当时闹变脸出来抗议，落尾啊，把结束先啦。美国电影去降落，将马可是甲载去夏威夷。哇，这代你想看吗？同款。所以你免烦恼讲吼，咱也无武器，是免啊革命咩？法律革命，所以我即摆阁加一个，这两字是夫人甲加的，快乐华语革命，对啊，快乐啊！我你敢有老倌？无啊！即摆甲咱叫恁人去游街啦，游街是咩啦？要让台湾人知影。咱讲咱去前的时阵，讲哎呦，咱伫台湾面政府来去去前，是安尼管的，安全无？啊，挺可惜嘞，时间超过足多啊！我袂使阁讲诶，我恭喜各位啦吼，高级班结业，还有一张结业证书，会发去这个主办方协会。啊，九月初四、初五、初六有一个执勤训练，就是要啊做官诶执勤训练。你若真正要替大家服务，欢迎你参加。啊，你本身一定爱买。因为我今日吼，拄仔伫遐讲话，所以时间较慢，无甲恁签迄个册，无甲恁签名。我即摆休困五分钟，去到吼后壁人，啊，恁会当摕迄迄本册，恁若买吼，我甲恁签名。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五分钟，下课休息五分钟。